最近呢，鱿鱼游戏很红，那它里面的一二三木头人韩文到底怎么念呢？其实是무구와꽃이피었습니다。무구와就是无穷花的意思，是韩国的国花。꽃이呢就是花朵的意思。피었습니다就是盛开的过去完成式。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无穷花的花朵已经盛开了。